欢迎收看娱乐百分百。那如果我们参加前女友的婚礼的话，要穿什么才会展现？穿个泳裤吧。你说红色的三角。我来了，汪展队。小乔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男朋友？要不要出去吃饭啊？你摇头，我就当你是了 ，OK 吗 ？OK 哦。好。每天晚上6点 ，GTV 八大电视台娱乐百分百。Oh yeah。